既然有，开心！最难度最高的这个岩壁，真的被我们发现了。紫眼精灵，心电当药，哈哈哈哈！在这个最难的岩壁上，太开心了！恭喜你，恭喜我们自己，开心！唯一的一株，两个拳头，二十几公分高而已。真的开心，几朵呢？含苞哦，还有两个含苞，开几朵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开七朵，二含苞，真的很开心，竟然还有，都放弃了说，以为一定没有了说，整个山都没有看到说，结果竟然在这里发现，最困难岩壁，开心，开心，这个是最，就是。金面山上最难的岩壁，现在看到的是下半层，那上半层其实还有一段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呢，哈哈哈，紫眼精灵真的有心电当药，你看哦，那棵树，树根，三条绳子对不对？三条绳子对不对？第二根的左边一点点有一小小株，来看一下。它就是长在这种石头壁，你看旁边还有那个一年生莲座，哇，真的很难得啊，开心！11月的最后一天，发现金面山唯一的一株紫眼精灵，心电当药，只有20公分高，就在你爬到最紧张的时候，它就在你身旁，开心！开七朵两朵含苞，开心开心。想说，整路都没有看到，应该没有了。结果竟然在最紧张的时候下坡，下岩壁的时候发现，开心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好，出发，金面山第一登山口。干溪沟。不用来，看不清楚。摩托车停在电线杆下面，这里有一个干溪沟指标，我以为是从这里上去，因为看起来后面有一条路，看起来像登山条在这里，我们还是走登山条 ，Go。走吧，这样的感觉很好。佛晓上山，没有啦，8点，从凉爽有遮荫的地方，望着透光的山上走，开心。阶梯草也可以这么漂亮，我以前都一直以为它是天南星，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你看，4个开在一起，就是满山都是。其实沿路我不止4个，你看，哇塞，你看，这从，你看，这4个，这边还有好多好多个，你看。整片它是，这蕨类的下面通通都是蕨梯草，一整片，就是看起来很漂亮。以前不觉得它漂亮，干生花，然后会结红红果，刚刚有，现在这里没有，这里都是干生花，这样看起来也很漂亮。尤其是很多个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，左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后面也是，你看，
碎，接地草、老地草。另外一个也是满山都是，也是很漂亮的，就是台湾马兰、大青。今年山上这个开的特别漂亮，大家都这么说。你看，也是满山都是，满山的紫色发发，台湾马兰、大青、懒懒植物，旁边其实都是芥蒂草。好，这叫做那个自己怎么讲，各自灿烂，所以芥蒂草跟台湾大青在一起。所以好，我们记录完了台湾马兰，就是大青跟芥蒂草之后，好，马上就来一次今天第一次特别的过溪。想不到也要过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以为一直往峭壁上爬就对了，不是哦，还有过溪哦。虽然没有那个流的，没有下大雨，没有超流的超大的流量，但是很干净，很特别，就是慢慢的小小的流，但是不是死水。OK， 活水源，所以过溪完成。哦，记录一下，过溪还不是过一溪，是连续过两溪。你看，马上就再过一溪，溪谷，而且是小瀑布大石壁，啊，所以连续过两溪，好了。Go， 大石壁，大石壁呀、啊！再拍一下大石壁，这如果有下雨就是瀑布了。记录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岔路，登山条不在这，但是这是一个水源地，是一个超级大的石头，就是整个山这样子的石头。然后这里是干嘛？是水源地。我听到声音，咕噜咕噜，哗啦哗啦的。水都是集中从这边接下去，那土地层的水都是从这边接下去。我不说话，你应该就会听到声音，听到水源地水管接那个山壁山泉水，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。所以楼下就是瀑布了，是个大石子、大岩石头下面的一个山洞，里面就是水源地。石头这么大，这是一个山啊，大石头下面的岩洞。哦，再记录一下，要过溪了。这次过溪有点特别，就是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大石头，就是刚刚那个大石头，水源地大石头。我们等于是爬上去，绕过大石头，然后再下溪谷过溪。上去，上去，上面，上面，再过溪一次哈、哦。第三次过溪是爬上大石头的旁边的腰绕，然后绕过它之后再下溪谷，再过溪。Go！ 耶耶耶！就是那个光，来到重要岔路口，他说。金面山还有15分钟，通常我们到加个50%就到了。好，23分钟，这边可以去五寮间13分3，这边就是我们要去的金面山鸟嘴尖。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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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百岳金面山鸟嘴尖完成，时间来到出发后的1小时40分钟，鸟嘴尖、金面山、小百岳、三等三角点，1小时40分钟，2公里完成，准备下山喽，开心！这里是金面山往金山面山继续走的蓝线，因为金面山看起来看不到展望，所以。
这里有一个展望，我不知道后面还会有没有，不过先拍先影。这里是桃园大溪和海边，楼下有一个湖，那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红喜山庄，就是大溪山庄，就是李登辉的家，红瓦白墙，一个同心圆的一个山上的别墅，大溪山庄，大溪高尔夫球场，红喜山庄，下面有人工湖，应该是就是高尔夫球场的湖，哦啊，远处都是那个美丽的大溪，桃园。好 ，Go 一下金面山下来了，下来一个安步。刚刚其实这边迷路，好，再上。哇塞，往五寮间哦。Go 上个礼拜才来，这个礼拜又来了。都已经绕一圈了，当然要再把它走完了哈。金山面山385而已，专卖局70/8号/70，所以，我上礼拜放的棍棍还在哈，还是一样用棍棍把它压住，还不会飞走。OK， 金山面山 Go， 这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专卖局即时，回家喽。耶嘿，又来了。